中东美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美女之一，她们貌美如花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但是她们也有难言之隐。由于沙漠地区气温常年高达40多度左右，所以她们的汗腺比较发达，再加上饮食习惯不同，身上的体味比较重。但是当你从她们身边走过，她们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神秘的阿拉伯香味，因为当她们每天出门前身上都会涂抹当地特色的阿拉伯香精，会很好地掩盖身上的体味。俗话说，没有阿拉伯的香精，就没有法国巴黎的香水。香精的制作就是用布裹上花瓣，将天然的花汁挤出来，过滤加工而成。由于制作工艺繁琐复杂，最初只供皇室专用。在迪拜，深受美女们喜爱的不是什么名贵的香水，而是迪拜的香精。香精的留香时间更久，滴一滴留香一整天，而且用途广泛，不仅可以当香水直接使用，还可以当作家用香薰，这也是阿拉伯香精的魅力所在。喜欢香水的朋友不要错过。